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剪红参。看，我们选一条红参，这个是沙嘴，这个呢是切口，我们就沿着这个地方这样剪，嗯，这样剪开，看到吗？剪开之后，把它打开，嗯，这是红参里面，对吧？嗯，这是一条条的，一共有五组的筋，一二三四五组筋，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沙子啊、海藻什么的，要把它洗掉，嗯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这个上面这个沙嘴，这个白色的是它的牙齿。把它拔了，不然呢吃到嘴巴里会沙沙的感觉，你把它给拔掉，这样子，一条红参就洗干净。我们再开一条，让它开一条中号的，看，这是中号的红参，这也像的，沿着这个沙嘴往下剪，这样剪，整个剪。从头剪到尾，剪开，打开看，你看，哎，有五条筋是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条筋，是通到这里，这个沙嘴是吧？这个牙齿白色的，把它拔掉，弄干净，一定要把这个沙嘴的牙齿给拔掉哦，然后洗一下，清洗一下，这样子就洗好了。